拥有一双迷人双盼是所有女性朋友的梦想，但完美的电眼可是需要合适的眉形搭配。今天带大家走访南台湾，一睹被誉为高雄飘眉的天后陈奕璇老师。拥有近30年经历的陈奕璇老师，不论在经验和技术上，都堪称是大高雄地区秀美界翘楚。回溯过往，陈奕璇老师踏入美容界的原因，便是来自对自己外表的要求，而从让客人信任的服务态度开始。陈奕璇老师专研美容技法，期望提供更好的美容服务。当纹眉的技术引进的时候，有一个客人就问我说：“你会不会纹眉？”我说：“不会。”他说：“你去学，我让你做。”那我真的就跑去学，也很感谢那个客人呐。那刚学回来做也不是很理想，我就不断的练习，那去修正，把我想呈现出来的再继续的有一些新的想法进去。老师定期出国进修，将国外最新最流行的纹绣技术带回国内，同时不断力求技术上的突破，并于1995年成功研发动感飘眉创新工法，并通过智慧财产局的商标专利注册，堪称是国内动感飘眉界的领航员。早期的纹眉跟绣眉，它做起来的形状它是片状的，很像画上去的那样子，很像我们在画眉毛。动感飘眉跟 3D 动感飘眉，它的做法是要有很精细的线条，它做出来是根根分明，很像我们自己的眉毛长出来。尤其是 3D 动感飘眉，它更增加了丰富的层次的堆叠感，所以看起来会更立体更自然。而店内美容师的眉形都经过陈老师的巧手雕琢，如同最佳的眉形范例。而贴心的待客之道和飘眉前的沟通及后续服务，赢得来自许多顾客的高度肯定。因为我皮肤比较偏白，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会太惨白，可是因为有眉毛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比较有神。然后素颜的话也没有差，因为就是有眉毛，而且老师人很好，他有依我想要的眉形慢慢跟我沟通，所以就是我想要的样子。亲戚的那个沙龙让我进去弄，那他可能不是很专业，所以他帮我上色的时候一直没有着色，结果就重复了3次，变成最后中间的部分褪色了，所以我就来这边。陈老师带领拥有专业执照的资深美容团队，并精心打造隐私空间，更全面采用抛弃式器具，并提供精致的脸部保养及身体 SPA， 让顾客从脸部到身体得到最舒适安全的享受。你今天有没有用心帮客人做，客户是会感受得到的，那久了都像家人啊朋友一样啊，这是我要给客户的一种服务的品质感受。陈老师多年来的经验，能确实根据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五官打造出专属眉形。先问客人说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眉形，因为毕竟一个脸型它可以搭的眉形也不是只有一种，那如果说他选的眉形是适合他脸型的，那就 OK。 那如果不适合的话，我们还是会专业的建议去分析给他听。陈老师的巧手挑绣出一根根自然立体的美丽双眉，圆满无数位女性朋友的美眉梦想。眉宇之间尽是美丽与自信。我们是尽量服务好客人，让客户就是进来的话，做好课程以后，他如果说一个很感谢的眼神，一个很喜悦的脸，我们就很大的欣慰啊。如果说客户又带着客人进来的话，就是比如带他的亲朋啊、好友啊、家人啊来的话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动力。我觉得不能辜负客户他对我们的信任。陈奕璇老师穷30年之纹绣功力，成功立足于台湾飘眉界，不仅打造了自己的美容王国，也飘绣出一双双美丽动人的自然美眉。